所以来看，就是伫个过年这段时间啊，真侪人可能真关心，就是有买这乐透无？来看，就是这大乐透头彩有18亿个奖金章开奖了，全台湾总共有5个人得奖，我每一个人会当分到新台票3亿6千万。新北市即间开出头彩投注站，一透早就闹热放炮啊庆祝。开业7年，头一遍开出头奖。投注站的头家娘请大家吃糖啊，希望大家做伙来分喜气。2点多，儿子妈，我们家开头彩哎，这样子，我就很兴奋，到现在还没睡觉。这个大乐透头奖就有18亿，买起有哪对咧抢冠，业者讲，今日这几天的业绩就是平常4到5倍，彩券卖甲遮好，嘛替家己赚一个大红包。虽然主打开个头奖，也是有民众过来买，想要试看家己手气。有买还是还有机会？透早就来这等啊。等什么？啊？等什么？我就感觉讲有一种喜讯出来啊，因为我顶期嘛是中3号啊，中100块啊。这期大乐透拢总卖出31亿1000几万，创下台彩公司的历史纪录。全台湾拢总5个人中头彩，分别开伫新北市新庄、桃园鼓山、云林斗六、高雄乐德、甲花莲的吉安乡。每一个头奖的得主会当分到3.64亿。不过嘛，因为投资量伤大，造成台彩公司的派彩系统是大断机。若是初八开奖迄暗，网站拢卖袂起哩。中头彩投注站嘛是到初九透早点半才得到通知。记者杨如秋、梁翔台报道。